那个洗发水，既然你们想要，我就给你们拿啊。那把头的背背你的嘞，背背你。拿这么多布子。那布子挂上。明朝的是，明朝的，明朝的龙江古咯，来跟上一楼龙啊，二楼上。来啊！马上就要用完了，这个用了好多，你说的，你这，赶紧去拍没拍到的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很好用的，好用的一个洗发水，我一直在用的一款，马上就要用完了，知道吧？这东西我都要用完了，这是在哪呢？正在。家里面啊，在家里面，农村家里面啊，家人们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没拍的赶紧去拍吧。你觉得这个洗发水香不香？香。你觉得好用吗？那。好用。真的好用还是假的好用？真的好用。你用过吗？用过。你什么时候用的？昨天。昨天你用了吗？用了呀。你觉得是不是很香啊？这个东西。是。赶紧去拍啊！刚才不是有人要洗发水吗？赶紧去拍。反正你们想要的就去拍，不好用，不好用那就不要，不用，不买就行了。好用就用，不好用就不要买就行了。我也不想多说什么，反正你们也不会买我的东西，反正我的东西你们都不会买的。想要就用吧，不想用就不要用，不好用就不要用就行了。拍了一单，好，反正挺好用的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香。洗发水好用，对。来，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用过的？来，直播间有没有用过的这款洗发水有没有用过？家人们，有没有用过？家人们，姐妹俩应该跟着老板好好发展。我们现在挺好的，娃子姐我就不知道了，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，用过好不好用？来，好不好用？孩子你成长了，优秀了。来，叔叔阿哥姐妹用过好用？对，这一款是特别好用的，我一直在卖的，我也一直在用的，知道吗？家们，特别好用的啊，我都要用完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用的我都要用完了，知道吧？这是人家厂家给我发的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用，然后我就想推荐给叔叔阿哥姐们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才在这里推荐给你们的，知道吧？上次拍了两单，好，拍了两单就好啊，反正你们想要用，你们就赶紧去拍啊，好用，跟大瓶一样，还好还好，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我觉得它。我是特别喜欢这一款的，这一款洗发水，还有这个沐浴露也特别香，持久留香，然后你洗完之后就是香香的，全身都是香香的，你跟别人经过都能闻得出来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阿姨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来没拍洗发水的啊，咱就说赶紧去拍，没拍洗发水的咱。赶紧去拍啊，家人们，反正就是特别好用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啊，没用过的你们就可以
你们就可以试一下，你们觉得不好用，你们就直接退回来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艾莫都苗条了不少，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夸张，因为艾莫一直在喝这个，所以我就那个啥，每天多卖点洗发水。我卖，但是没人给我买，没人买我的东西，他们觉得我都是坏的，知道吧？我阿姨们一直在喝这个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它像热水一样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所以我才变得那么苗条的。面面，妹妹变温柔了，妹妹加油！其实我一直都这么温柔，只是你们没有看到而已。现实中你们又没有看到过我，对不对？现实中你以为你们没有看到过我，其实洗衣服的有吗？洗衣服的阿姨还是哥哥还是阿姨还是叔叔呀，我看一下啊，再等一等啊，再等一等，阿姨莫就有可以给你们推荐洗衣服的，可以吗？阿姨莫就可以给你们推荐洗衣服的。洗衣服的现在那个样品还没到，因为他昨天才给我发的，因为我在家我也可以卖点货，自己联系厂家，然后让他给我发，然后我觉得好用好吃的，我就可以给你们推荐，知道吧？妹妹，我看你抖音一年多了，现在长大了，妹妹变温柔了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有你们，因为有我这么。这么好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阿姨莫才会变成这么的优秀，知道吗？因为有你们，阿姨莫有没有洗小花园的？有啊，有的，有啊，肯定有啊，来，有呢，我的儿子去过，阿同洗浴了耶，阿同啥的，阿同在去，阿同在去，耶，洗浴了耶。杰尔英西吗？杰尔英，有没有洗小花园的？有的啊，艾莫给你们上，可以吗？艾莫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洗小花园的有的，小花园这一款的话特别好用，洗我们小花园的这一部分的，知道吧？它特别好用，然后洗完之后就是香香的，香香的，然后就是，反正我。我对这个东西啊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看到没，是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特别好用的，阿姨莫给你们讲解啊，家人们，来，想不想要这个洁耳音家吗？咱家这个洁耳音是特别好用的啊，你们想拍的你们就赶紧去拍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多说什么，洁耳音是用来干嘛的，你们心里面应该清楚。洁耳音是干嘛的，你们心里面应该清楚啊，家人们。所以阿姨莫讲多了干嘛的，干嘛的，洗我们小花园的，因为我们小花园的话啊，不能乱洗的这个东西啊，家人们，我们小花园它是不能乱洗的。但是也不能不洗，知道吧？我跟你们讲，但是也不能不洗，知道吧？叔叔阿哥姐们，好用，对，我不知道前几天你们拍了的，你们有没有用过？反正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好用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特别好用的一款，我跟你们讲，我都一直在用，我舅妈也在用，我那个奶奶也在用。然后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私户的。私户洗呀，我们千万不能乱用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？千万不能乱用，因为我开了的那一瓶在那个浴室里面，然后就不能那个啥，知道吧？不想买还是回酒庄买，你想买就买，不想买也不用买，知道吧？其实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也只为你们好，不是说你们，因为我卖货，就是因为你们不想你们。
我不去酒庄，所以你们就不去 不买这个东西，不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我也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人，知道吗？我也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人，我才这样子搞的，这样子说的，不然我也没必要跟你们说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，我正儿八经的特别好用。比如说我们运动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那个运动出汗，然后我们大姨妈上班了，月经也是沾沾乎乎的，我们也可以拿来这个洗啊，叔叔阿姨姐们，这是对我们小花园改造的，叔叔阿姨姐们知道吧？妹妹，我看你的老板对你很好，老板很好，但是叔叔阿姨姐们，老板是很好的，我也没说过老板他不好，知道吧？来啊，赶紧。